冲上去。阳台有一个，阳台倒了。我操，阳台还有，阳台还有，二楼阳台。哦，哎呦呦！哎，好，隔壁，我的，我在救老板，救老板！这怎么隔壁有一个人啊？那牛逼！我给你报仇，老板你别怕，我给你报仇。哎，牛逼家！哎，二楼，你这人，他在干嘛？一个在救人，一个在我楼上。等一下，人在四标救人呢。大哥，你别搞砸了！啊！别搞砸了！没事，老板，我来接你了。完了，没补你吧家？我死了。别这么大动作，娘！别这么大动作嘛，桌子在晃，哥们。耶！我打他一枪头，他不怂的。没事，老板，我来救你，跟他们对就完了。有雷了，我操了都！真夸张啊，这些人！一楼来了，一楼外！啊，雷！死！就两个了，五个人了就。在反坡停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干嘛？你看看，哦呦，果子，知道吗？哦。